关系还是这样。高铁、台铁都跟进了。捷运。高铁还是关门，关门过了是不是？飞车，这是云霄飞车的轨道。对呀，云霄飞车。我卖的地址在下。木质站，木质站，木质，木质，那是木质站吗？注意ください。
以前有接驳巴士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因为过年有去，生意很不好，那些东西都不好。为什么不会掉下来？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また、ドア付近のお客様は、
大家在等。